让呢啊，回来回娘家哈，啊回娘家若凤也都带礼物回来，这个很高兴的事。啊，过来啦，那么感谢有圣位哈，啊，虽然福界以来啊，都福界真济关系，但是优先回来咱宜兰关，啊，宜兰人吼，啊，也是吼，啊，会想着咱的宜兰人，啊，当讲啊，今仔日呢，我听伊讲吼，啊，中央地方沟通协调，方向对，政策对，啊，当讲做对的代志，啊，这是咱最主要宜兰关吼爱做的工作，啊，对外来讲，直线铁路也好，铁路高架。咱希望爱关定那一天呢，有铁道局有来，那我们有现场的会谈，啊，就十点的时阵呢，十分钟贵我帮，啊，贵我帮啊，贵车到两分钟的一帮，啊，尤其是要杨大业在那边，所以呢，救命进着呢，啊，若讲心脏病，那伊要等十分钟，他就来了吼，所以呢，我们希望呢，政委刚刚有讲说，地方中央协调后。咱来同齐来拍拼，相信地方建设一定真紧，买哪来哪好。那呢，至于呢，我们的中国人呢，关心的依然，这咱依然人吼，会当讲感觉真感谢，而且呢，咱的中国人咱知影讲伊所做范围建设，拢是吼，会当讲为着地方来拍拼，这咱吼对伊的感谢啊，搁肯定。啊，而且呢，啊，真的呢，你们讲宜兰县需要一个做康复经济，不管你讲铁路高架，宜兰县拢做23个处所，啊，所以呢，阮觉得拢是真重要。那一赛前，啊，拄好讲讲哦，宜兰罗东啊过来吼，咱十二项议都很重要，所以呢，我们希望政委呢，啊，回去跟咱的书院讲讲宜兰县迫切的需要。哦，这当讲对咱安全交通的便利，交通的安全，这种东西吼足重要。啊，感谢咱政委员吼，未来我们继续协调沟通，只要是对的，宜兰县政府，我们全力以赴来拍拼。啊，咱当讲为着宜兰县，我们一起努力，